艺人谢霆锋跟张柏芝不知不觉已经离婚6年了，而他们所生的大儿子 Lucas 也在不知不觉之间满10岁了。8月13日一大早，张柏芝就在个人社交账号晒出 Lucas 的照片并配文：每年的这一天我都特别紧张，早上4点钟就起床帮他准备一切一切，今天是第一天开学，加油啊，我爱你，看到你又长1岁，已经不是小学生了。原来不知不觉间 Lucas 已经升读初中了。有一段时间没有更新社交账号的张柏芝不仅晒出身穿校服的 Lucas 的帅照，还爱意满满的与 Lucas 对视。大家发现虽然 Lucas 才10岁，不过从近照中已经可见他开始长胡子了。而张柏芝还特意拍了张 Lucas 校服的特写，看来 Lucas 初中还是继续就读位于香港沙田的基督教国际学校。据知该学校一年的学费10万港币，此外家长还需要购买债券，是很多明星家庭优先考虑的学校之一。而该学校提供幼儿园到中学的一条龙教育， Lucas 的弟弟 Quintus 目前也在该学校的小学部就读。魔方传媒综合报道。